420哦。三天的时间，一样的东西。接单三天哦，官网就会下架，要的赶快加，快点。这一款就是拼接的设计，这可以到 L 号，可以这看到的地方，它都是针织的面料，有弹力的，然后口袋拼接了千鸟格，跟这边就是一个很设计感的一件上衣，然后这边是做衬衫的材质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里面是穿可可色背心，这会透吗？哎，不会，后面不会哦，这边是穿这个色，有没有？不会透的，后面就是白色的，然后前短后长设计，所以后面长度是为。然后袖子的地方也有做这样子线条的感觉，好，这个还蛮扎实的，它的这个针织面料，哎，这跟去年到底一不一样？一样，一模一样吗？我觉得，我怎么觉得不太一样？我记得去年是一样，不是，是上衣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吗？对，哦，我们去年有卖，不重要啦，对。今年你想要你就赶快加420而已，好，它这个面料是很扎实的那种针织面料，是好的这种。420还可以让你凑满千折百，还可以让你凑棉运，哇靠，竟然你要踢下啊！对，然后这个扣子是整个活动的哦，整个活动的。你要正常穿这样子也可以，你想要有点小露肩也 OK。这就是简单穿一个素的牛仔裤，我觉得好看，或是小短裤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420许愿价，只有三天的时间，要的赶快。要的赶快，没现货了哦。就没有。许愿款都没有现货，好不好？接单三天我就下架，然后统一给厂商数量，要你就快哈，要你就快。对，看一下是这样落肩的，好，落肩的，好。好，来身上的许愿款上衣编号19，编号19哈。